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ona， 今天做了一个芥末三文鱼茶泡饭，清淡又开胃。我们先将鸡蛋加少少黑胡椒盐捞匀它，三文鱼都是加黑胡椒盐，将它涂抹均匀，跟住用细火慢慢将鸡蛋煎熟，切下它，中细火将三文鱼摆落个镬度，每个面煎两分钟左右咧就得啦。豉油摆啲芥末捞匀佢，再用矿泉水冲一壶绿茶。冬柠呢款冷萃杯，冷热都得，佢嘅材质我都好中意。真空抽压技术，十分钟咖啡茶都得。一碗白饭打底，淋啲豉油，跟住摆鸡蛋、紫菜同埋三文鱼，最后咧淋上啲茶汤就 OK 啦。三文鱼鲜香，芥末茶汤清爽，好开胃呀！我开餐啦。